除非他说他像 PRO 这样每个月给你下，哇，那当然我们就不能这样玩了，就是看经济效益啊，你知道。然后你知道这个 NP 就到什么？所以就是 PL 就勾，跟就勾这个就好了。就是这两个，他们正式在量产的是只有这两个，这些都不要管。这三个都不要管。对，就是这底下不用管，你就是这个两个勾起来，这个自动会勾。嗯。黑喜欢阿弟找牛你啊。那它怎么没有消失？不会，它不会消失，它会自动帮你勾，但是消失要手动，有没有？你看一勾，它自己就带上了。哦。如果要里面有 make 就勾这个。已经有 make 就只要勾那一个 update license 这样。对，好了，好，那是第一段了。这已经打了 make 跟加 license。等一下，我再 update 一下，这有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你现在还是要拿 barcode scan 来，不然你现在打的 license 是我里面的 make address 跟这块是不 match 的，对，所以它的 license 是不对的，所以要拿 barcode， 所以你拿 barcode scan 来。